得到这次的育洋奖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。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把美食跟展览做一个充分的结合，所以我们把美食、美学、美好生活这几件事，在这个老宅里面，让它能够有全面貌的展现。我们想要当老屋新生的典范，我也希望说，在这几年的经营下来，我们持续在努力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做到了这样子。是的，是的。